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小葵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第一次录游戏实况，然后也比较紧张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录得上这个录播软件，也是我第一次用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如果这次录得不好的话，以后多多改进。大家现在能听到背景音乐吗？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歌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，大小适中吧，就是我的声音肯定是比音乐声大的，然后音乐声大小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游戏，叫做《花鸟风月》，是一款橙光游戏。我们现在就进入游戏了。万物皆有灵，聚则成形，散则为灵。而此处灵气氤氲，人迹罕至，实是妖的洞天福地。就连我这般消极怠工的妖也修成了人形。不过自我修成人形后，就鲜少和其他妖们说话，因为我的原型实在有些羞于启齿。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型是什么。我的原型乃是一株点击发现，要点哪里？点。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我的原型是狗尾巴花吗？哦，原来我们现在原型是狗尾巴花。我们要端正自己的态度。一般这个橙光游戏的女主角基本上都是什么美女啊，或者怎样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连人都不是，我们现在只是一棵草。我们现在是这个从起跑线就很低。我吓得微微一抖，化成了人形呀。我可以化成人形的。我们还是挺好看的，看到吗？我们还是美女的，不要看我们是一个狗尾巴花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看的。那我们来给这个狗尾巴花设定一个声线吧。狗尾巴花，然后长得很清纯，就用一种比较清纯的声线来配它的声音。荷花姐姐，你小声点儿。哇，这荷花姐姐吗？荷花姐姐，你好妖娆啊。那我们就用一种妖娆的声音配荷花姐姐吧。害羞什么呀，狗尾巴花精，可是旷古烁今头一回呢。我怎么感觉这么像宋小宝啊？为什么？我联想到了那个什么，自打我入宫以来，简直了，来。我急忙捂住荷花的嘴，把它拉到了角落里。嘘，你以后叫我的名字风铃。妖还要取名字吗？狗尾巴花有什么不好吗？我可不想再被当作什么奇珍异妖了。回想当初，我来回想一下当初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当时我刚一开口就引起了众妖的围观。哦，天哪，猴子应该是这棵狗尾巴花好像在说话。狗尾巴花怎么可能会说话，从来没听说过。狗尾巴花成精啦，狗尾巴花成精啦。然后我就出名了是吗？然后就出名了，我在整个山谷里我都出名了。虽然我是一个狗尾巴花精，可是我也是一个有尊严的狗尾巴花精。
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狗尾巴花，因为我是一个穿越来的。什么？这什么鬼设定？是否要回忆穿越始末？第一次建议回忆，选项也会影响角色完成度。那么回忆吧，我们回忆。对，我是绿色的狗尾巴花。对，那么我要回忆了啊。我真的，我还是21世纪来的狗尾巴花。我叫方玲，本是21世纪的一个普通上班族，在魔都过着朝九晚五的普通生活。魔都是哪里？魔都是上海吧？是不是？直到那天，照常晚班之后，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小龙人儿。我遇到了一个头上有犄角的红衣男子。咦，这是 cosplay 吗？你好奇地打量了一眼，却如何也认不出他 cos 的是谁，这都看不出来，小龙人啊。不过美男一向与你无缘，饱了饱眼福就准备了离开，哪知一转身竟被揽入怀中。什么？刹那间所有的彩灯都亮了起来，美男怀抱异香扑鼻。这可以播吗？你不禁血压狂飙，小鹿乱撞。这究竟是咋回事？难道咱的桃花运终于爆发了？你和红衣美男大眼瞪小眼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来，你们告诉我，现在我们是抱着他还是推开他？就这样死了，应该不至于吧？这才刚开始啊！推，推开，你们都要推开？你们怎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遇到霸道总裁的那种方式吗？就是那种。女人，你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你居然推开我，你居然敢推开我，你是唯一一个敢推开我的女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要矜持。哎呀，我先存个档吧，万一他喜欢主动的怎么办？我存个档吧，推开他，对吧？你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，却丝毫没有效果。哎，是谁让我挣扎的？是谁让我挣扎的？挣扎都没有效果。红衣男子终于找到你了，他淡然一笑，风流万千，可是你却觉得有些心酸脚痛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咱看到美男还有心绞痛的毛病？这就是帅到心痛吗？你想多了。见你不答，那美男皱了皱眉，有些委屈。你还想躲我几时？你该回到的地方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句我重新来念一下。你还想躲到几时？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吧，风铃。哪儿？等等，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你一头雾水。可是你话音未落，然后就地震了。是地震还是你们两个在做些什么呀？简直了！只见那男子凝眉抬手，你顿时虚浮了起来，你惊慌失措地挣扎了起来。挣扎吧，在血和暗的深渊里。咦，我为什么会想起这句台词？啊！救命！我这句救命好做作。眼前红光闪现，你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。我不会撞鬼了吧？那男子精神越发冷峻，显示很吃力。你头痛欲裂，意识也渐渐模糊了起来。冥冥中一股力量似乎将你的灵魂抽离体外。我这是魂穿了，我要魂穿了。天边雷霆大作，扬起
男子如云发丝。我已等了你300年，如今终于报了恩。报恩？你痛苦挣扎间简直要吐出一口老血，先不说什么时候招惹过此人，还有这么报恩的？红衣男子微微一愣，冰冷一笑，红袖翻飞。果真是无情，就算你不念我，那九重天上那位在你心底的仙君呢？九重天仙君？头好痛，这家伙在说什么？完全不明白。你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唰唰，恍惚间只看见那艳红薄纱扬起，那般浓烈如雪，好似预兆了什么。是否开启上帝视角？哎，大家说开不开上帝视角？有人说开，有人说不开。开了就没意思了，是吗？是吗？这样这样，同意开的扣一，不开的扣二，我看哪个比较多。一样多，一和二一样多，一多一多。那我们开吧，我们开吧，我们来开，是。风里的身体无力地落了下来，红衣男子吃力地撑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。一道惊雷炸响，天空中恍若撕开一道裂缝，几个高大威严的身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。这时候我是因为是不是应该开个混响？龙三太子，你违反天规，先帝命我，先帝命我等将你捉拿上诛仙台。嗯，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吗？诛仙台，只要你从诛仙台上跳下去，是吧？终于来了，本太子等你们很久了。诛仙台三千烈火，分得尽此生情动吗？哦，我们从那个回忆里现在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又变成了这个狗尾巴草。不威严，我刚才不威严吗？我再给你来一个。你这泼猴，威严了没有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回归到我们的剧情当中。都是贪图美色惹的祸呀！等你再醒来的时候，就默默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狗尾巴草。为什么是狗尾巴呀？别人穿越都是穿越成公主啊、小姐啊，再不济好歹也是个人呐，怎么咱就穿越成了狗尾巴呢？这样咱怎么在妖类社会混呢？还怎么和其他妖打交道啊？哪有言情小说的男主一眼就看穿女主真身？哦，原来她是一颗美丽的狗尾巴。这样读者看得下去吗？会喜欢吗？哎，你们说你们会喜欢吗？这部这个作品的主角是一颗狗尾巴，你们会喜欢吗？有人摆了一个那个，摆了一个鄙视的表情。有人说我们要看主播，不要看狗尾巴。你想看主播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主播现在呢正在做一期节目，对，这期节目就叫做穿越的狗尾巴。你要想看主播的话，等我们这期节目结束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主播了，好吧？来，你在内心发出咆哮，
你画了这么久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是一颗狗尾巴的事实。又是荷花精要妖娆，很妖娆。狗尾，不，风妹妹，你又在碎碎念什么呀？话说起来，今天怎么没看到你那只蓝色的守护鸟啊？你顿时心里一沉，对了，差点把它给忘了，难怪今天耳根这么清净。什么守护鸟？不就是一只普通的鹦鹉，老是在我边上叽叽喳喳的。可是我听树精说，那只鸟一直在守护你，虽然只是一只普通的鸟，可是也通灵性呢。话音刚落，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拍翅膀声音。这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小家伙扑腾着翅膀落在你手上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天哪，我还要配鹦鹉。听着鹦鹉的口头禅，荷花精捂嘴一笑，噗嗤。我捂嘴一笑，噗嗤。你顿时脸上一红，怎么办？一赶走鹦鹉，二由着它。哎，你们怎么选？哎，刚才我看到有人说什么？有人说，咦，这故事貌似听过。哎，怎么有一个人名字叫狗尾巴？哎，谢谢大家送给我的礼物啊！由着他吗？由着他，赶走他？我觉得说由着他的多，我们由着他吧。这鹦鹉多可爱，还说爱我呢，对吧？一个说爱你的，你赶走他吗？好，由着他。哟，这小东西倒是挺长情，不像我那个冤家，从来都不曾对我说这般。你那个冤家是谁啊？你是荷花精，你的冤家该不会是荷叶精什么的吧？说几次，荷花精似乎有些伤怀起来。你微微咳了咳，哦，我微微咳了咳，我这是微微咳了咳吗？我感觉像快死了。不过只是只鹦鹉罢了，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，来来去去就只会这么一句，教他别的也从来学不会。说来倒也奇怪，自从我有意识开始，这只鹦鹉便一直跟着我，也不知是为什么。说不得，你们前世有缘。胡说，谁跟一只鹦鹉前世有缘了？你扬了扬手，鹦鹉顿时被惊飞了。唰！宠物好感影响结局，请进入游戏商城购买宠物系统。什么？哎，我已购买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蓝色的鹦鹉依然跟在你身后，执着地扑腾着翅膀，嘴里反反复复说着那句话。那你还不是一根狗尾巴花啊，对吧？你还嫌弃人家是个鹦鹉，真是的。你顿时拉下脸。哎呀，不说了。那个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。何事？今日我们不是约好要出谷去转转吗？我刚才在附近看见那只兔子精了，它可是垂涎你很久了。什么？兔子精又来了？所谓万物相生相克，你是植物，而兔子精专吃植物，你们之间是无法和平共处的。是啊，你且跟我躲躲吧，待会儿再去玩。这是让我存档啊？是什么啊？还有那个什么，那叫啥？追逐战吗？一个这样的游戏也有追逐战，开什么玩笑？躲避不躲，那你都让我躲了，我肯定得躲呀，我就不躲那不是作死吗？哎，你们想不想看不躲会怎么样？反正我存档了，来，想看不躲的扣一。
两个人，三个人可以，就三个人可以啊，四个。那我不躲一下试试啊，反正死了我们还可以重来啊，不躲。可是你这样很危险呀，你要小心些。放心吧，不就是只兔子精吗？我立他的耳朵左右开光，然后360度托马斯旋转，这什么？不过一会儿兔子就来了。哇，兔子精还有台词。兔子精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？终于找到你了，本兔兔还没有吃够，还没有吃过成精的狗尾巴呢。是否跳过战斗？还有战斗？这是什么游戏？还有战斗？我不跳过，我要战斗。在蓄力条指到绿色的时候，点击屏幕给对方一个暴击。在蓄力条指到绿色的时候，进舞团吗？这是，对吧？哇，好快，好快！来，一二，走！这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成功耶！啊，这点多少次？哇，这很难！我感觉我要死了，我有多少血呀？我的血条在哪里啊？哎。被对方攻击了，哎，我在绿色呀，这是绿色呀，为什么还会被攻击啊？嘿，成功哦，靠右边不行，靠左边一点就行。战斗失败。哦，然后我现在是我输了，糟糕，你看灰机。兔子精一口咬下你，哎，我那么有没有搞错？我那么大一个人，兔子这么小，它怎么一口咬下我？结局盘中餐，然后我最后变成了一坨其他物质，他还打了马赛克，谢谢良心的作者啊，还给我打了马赛克，谢谢。好吧，哎，我们这期录了多久了？我看看，哎，我看不到我录了多久，我这样直播开多久？我点一下这里就知道了。完了，看不到，好吧。那我们既然就是。这一期死了呢，我们这一期就录到这里，好吧？然后我们下一期呢，我们下期的时候我们就跳过那个战斗，或者说我们再闪躲看看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第一期试播，对吧？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录下来，不知道录完之后是什么样子。然后也感谢我们，正好半个小时是吧？我的就是预期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录一期，半个小时录一期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期就录到这里了。那感谢大家捧场，感谢大家捧场，感谢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啊，跟我一起就是看我玩游戏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，哎呦，大家看我玩游戏会不会很无聊什么的？但是，就是因为如果我播这个游戏的话呢，我就不用，我头发也不用梳，我什么都不用弄，我直接坐在这里，我就可以播。而且有的时候就偶尔就是每天出半个小时玩一下小游戏，其实还蛮有意思的。那我们这期先到这里了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下期再见咯。我等一下这个录完给你们唱两首歌好不好，唱两首歌，然后我们之后我会出视频给大家直播。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里了，然后我这期可能会发到就是录好之后可能会发到网上，然后如果说以后我在播这个游戏大家没有看过，可能跟之前对不上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下我录播，然后就可以对得上了。那这期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